相当于少了2分钟，哪儿翻车了？对，所以如果钥匙灰了，就有人要变罪人了。走走，他今天在睡觉，没有来。五秒钟的时候倒数一下。啊 ，A B C 你，五四三二一，你看，他不在，他没过来啊。他这么远吗？托尸过来。在中间等，给那个让 AC 他给我引进呢，我死这儿，我不过去了。你们死后面点群部的道就可以了。嗯，那行，死了。不要弄到我们。没弄。群部的道吗？盗贼群部的道 ，ABC 群的道吗？先试看吧。全部道。那这我们不能灭啊。灭了盗贼过来就行了。我们两个盗贼，他前过来放塔就好了，冲过来然后死在平台上就好。对，你死到平台上就行。这边你知道有点难，前面的怪我帮你闷一下，我过来帮你把前面的怪闷了。你再释放。你试一下，我觉得可能可以救的。这里救不到的，这里不可能救的。你要是有隐形药水，可以喝药水过来啊。啊，对，我喝药水。哎，同学，给我引出来了，不是给我引出来了他？你放个塔，我潜行呢。我释放我，你直接进去了。我们两个被你引进。我是潜行的。你们那我是潜行的。我跟轮流翻车。哎，这为什么呀？我潜行的为什么出来了？来跑这边，那边近战都给我打出来了。你冲！哎，你不要。不是你上坐骑冲呀，你刚刚那边那些怪追不上你的，你直接冲过去。你能冲到方块就那个了，那应该就可以。这里我再看一下，这一下就死了，我操，这平砍，我操，五万。为什么这些怪有毛病吧？还打我？对吧？你潜行着是不是也打你？操！我他妈刚才就潜行打我。这怪今天生气啊！你们天天把我跳过去。我过来了，过来了。嗯。哎，我天赋不对，我应该洗个减速。我敲个卷轴啊！昨天陆哥给了我15个卷轴。我天赋不对，我操！待会儿打完这 boss 起吧，打完这 boss， 反正也脱尸咱们。有鼓吗？好，我有鼓。鼓也有啊。举手敲鼓。倒数。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下一个我断了，哎，没有，我留着断分身要出来了。下一个我断。我断分身了。哎。分身成。GG了。我飞一个飞盾下去，然后听到他们说我断分身了，然后我就很问号，分身不是没有断的吗？死吧，下一把。放个塔。差不多，这 DPS 能过能打掉。可以的，你有嗜血一定可以过了，不用担心。那就先清后面呗。放个塔。你放个塔过去，先清后面，暂时没办法打，没嗜血。嗯？什么 ？bug 位置吗？你那会不会太近啊？bug 位置，这个他那刚才那个绿水打不到，我操！2分钟内生效，救我一下！你先拒绝了。那分身咱就说好了，一个都不打断，行吧？就只打断主持。没有那个看运气的，第一个肯定是我一个人就顾得过来。之后如果出双分身，你们一定要领一个，我只能管一个。Okay.
双分身就打 boss， 双分身那阶段就 rush boss， 啥都不管了。是啊，那个是 rush 的，差不多，没啥问题。把那光身闷了嘛。小心不要被喷死啊！不敢上去打球，我操，太恐怖了！这雪池，我操，我操，这个。我操！一个 K 怎么凉了？哎，被连炸、啊。我刚才你的仇啊，我刚才消失了，你的仇啊。啊、哦，没事没事。能打应该。你再往后跑要引 boss 了。引不到，引不到。我不会上去，跑到桥后面的。要是他闪，他转头就跑了。趁他不在，拼命黑。为什么在震动、啊？哦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哎，到我这边来打，过来打。行行行。我操！这，我操！我扰乱这个，先打那个。我没事，我替补，我有替补。你为什么喜欢把智盲说扰乱？先救我们吃鱼。我习惯了，习惯了。吃鱼，吃鱼。还有七分钟，那我开影武那个安刃的。你可以开俩。旁边有鱼，我没看见，我操！这个有共生来着。我听不也不对，一会儿我也得出去换的，没减速。啊？什么减速？减速就无所谓了。无所谓吗？那我不换了。你说那个刀山减速是吧？对啊。嗯，一定要。30减速，我记得是，它的奉献是50减速。我可能奉献的豆腐干。奉献不是50吗？一下就走出去了，关键是。我拿。刀上也比较坑爹。我用鹦鹉秒这个，秒这小怪，操！这狂徒是不是打高层的这个共生有点无力啊？这小怪。得留个眉心，是吧？嗯，如果没有那个没有眉心或者是鹦鹉步的话，打起来很吃力的。对啊，没什么技能可以。我觉得敏锐比他还强点，他至少有那增伤，而且他有鹦鹉的话可以秒这个怪，而且很吃暴击，完全要有暴击 buff 才能秒，没暴击 buff。那肯定的，三级，我这也不爆也秒不掉，都得暴击。但我这比较好爆，我这有特质。
啊，虫子走了，你没有拉到，很难受。这波不带虫子，后面都会亏。嗯，怎么行了？时间到了吧？再打吧。喂，哎，你别跑啊！啊，你竟然死了吗？你这边被炸了，没事没事。喷土这么远的吗？我还想穿远一点，正好。这本来就是一个正面喷土啊。哎，你找我一名大哥。那可以回来。我操，他永远读的是我，我一个坑。再打一波怪，可以去开老一的。嗯，离太近了，还是不拉。我断那血尸，你断那个驱虫吗？我开闪避了。感觉开闪避没有卵用，我操！你先上吧，倒数四三二一，下个五段。小怪我管。这个维卡兹段，维卡兹段 boss 级的，这个我段 boss。
我有断下巴。嗯，看看你。下一个我。我打 boss， 我打 boss。那个我断 boss。全打 boss。我斗篷了，直接打吧，不管了。去你妈的！我操！恐怖！忘了躲。这二王得吃天行吧？嗯，对。那咱俩一人吃一波吧。对，应该会打三轮。嗯，一人吃一波。我有一个保护，对，等于说你们就，哎，那小怪能扛多久啊？就几只的话，多因为扛我俩小怪多，我打本体特别快，反正看你吧。小怪出了他只能无敌，无敌完之后五秒内必死。那算了吧，那算了。关键小怪死了自爆啊。对，而且小怪死的是自爆的，也就是说你一旦出了小怪之后你就只能 rush boss 了，杀小怪崩得更快。你出一个小怪还行，两个小怪你要打快，三个小怪我们出一个小怪那就还不如不出，那算了。对啊，就是你出多了团队是要死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打法都是要站在里面，我们都把小虫子往里面引嘛，所以你要出小怪刮反而没办法。神机了，没事。哎呀，他不是跑到就钻。一波你吃还是我吃？都行啊，我随便啊。他妈这个 boss。特别难受，我打着每次我爆发他妈冲锋，操！第一波我吃，第二波你吃。第一波发脾气我吃天星。行，第二波你吃。嗯，我两只虫子算了，不拉。哎 boss， 其实我不能开爆发，我留着了，操，要不然打不完美。第一次那个玩更打不完啊，你要等他第一次那个玩的话，他第一次冲锋就他是冲锋土冲锋，然后我知道这个冲锋吧，我粘着他容易被撞的，你知道吧，我不粘着他吧影武就容易断，操，就是这样。哎，没事，第一个攻 CD 我直接按打加那什么夜刃了，我不用第二个攻 CD 补贝斯了，少打一个攻 CD。断虫了，当然。我没有用断。喷土。我操！其实下礼拜的阿塔反而有点麻烦。没事中好打，说实话我感觉打是好打，问题是那个 boss 战会变难。阿塔难的就只有伪王的 boss 战而已啊。嗯，反正我们上次16号阿塔打了伪王打了五分钟，你想想那个蜘蛛五分钟单来五分钟吗？对，单的。上个礼拜都打了五分钟。对，上个礼拜就跟下个礼拜的纸醉一样啊，就 boss 多40%的血啊。我跟你讲，那个 boss 远程打的不一定比近战高，特别是如果是王力传统的话。
那个团是两个跟我们配置一样，那个、两近一远。主要是那个得分工明确，你知道吗？有打 AOE 的，有打单体的。这个就那个 AOE 应该不是什么。我跟你说，我是跟简凡打，一个人 A 不掉。嗯，就两个人，你跟哈森 A 呀、啊，我来打本体啊。他们分工基本都分完了，就是要打那么久。他们不可能有我本体打的高，他们那队人、嗯、人只说本体啊，我 A 怪他们也是有个贼的，不是他们那个贼是狂徒，肯定打不过他的。我升级了，怪过他有鬼的。不是，我想打本体，这 boss 能打很多本体，就是看小怪需不需要帮 A， 他不需要帮 A， 怎么都能打。就是阿格拉玛一开始开荒的时候有那种。小伙拖着 boss 走的 ，boss 拖着小伙走的打法，让敏锐贼一直刀山踢死。对啊，我不用我这。然后后面的团队开荒的时候都不这样打的。那你活法就组不了了呀，有很多。没有活法，哪有活法？我一开始开荒的时候。先进一小怪吧，这两个不应该死在这里，我忘记了。啊，再打一团，等那个水消。而且失血还没好，我把爆发开了，之后再打一波。我觉得单闪击还是差了点，双闪击还是好一点。嗯。我现在单闪击有时候、啊、我有双闪击，但是装等太低了，不想带。操！嗯，装等也是个问题。我觉得团测的时候能拿出来耍耍。我那个三毒伤。对啊，团测它是平衡都是光环嘛，装等光环无所谓。三毒生刺杀强吗？我感觉刺杀那爆发是不是太长时间了？我操，2分钟也没减 CD。但是，我操，那个爆发，我感觉跟敏锐的爆发是差不多的。然后平稳。他因为敏锐爆发打不过他，他爆发开始爆能爆3万多吧，感觉。3万多，我跟你讲，打那个 mother 的时候啊，我一个毒伤最高的数值是10万，还行吧。他有100%一伤，也就是说。没有100%一伤，那个数值应该是5万。断虫了，没事，有晕。没关系，有晕。就老二呗。对，老二最后有100%一伤的时候，我一个毒伤打出过10万。啊，这么修的吗？对，109K， 都快11万了。哎呦我操！哎。升级了，就是这么闪避了。啊啊！走吧，走吧。我操，这不让我潜行有点难受啊。那就等他呗，他不是等大概半分钟会消失吗？嗯。又没想要打宣纸，慢慢来。那个 boss 就是你撑到后面还有半团人，基本就要过了。对的啊，他不是每次是一伤是吗？进一个那什么房间里，但第三个房间是100%的一伤啊，然后只要打到10%就过了。对，你到三房还有半团人的话，一定会过。我觉得那个 boss 是这样。哎，那个你们打团测有玩敏锐贼的吗？最后来了一个，就打那个腐臭吞噬者，打第二遍的时候来了个敏锐。前面因为是猛虎他玩的狂徒，他一直玩的狂徒，他测试的时候开挂，然后哎嗯，还是吗？好，你好，好了好了啊。反正我们团测的时候是两个狂徒，一个刺杀，我的刺杀，记得往里面站。A B C， 你站那边还好，冲的是我，往里面站，踩踩踩踩。音乐不开吗？忘了。我的错。准备冲第二次。
冲完就发脾气。第一次我吃。我操，这没准备发脾气，你们去踩，我不出去了。嗯。一直我操。在这把这打了，把这打了，快快快快快！先去踩了吧。你先行踩，这个、我把这打了。先去踩了。我出去帮你。你看，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踩了。凉了吧？哇！你看，你看，一定要踩。我来，我来，回来，回来。还有没有机会打？赶紧 A 掉，可能还有戏。你 A， 快把他们 A 掉。我给你压住，一定要踩，不能再漏了。这样踩啊！我踩，我踩，一定要踩、啊，里面的我踩。我喝不了千行，我操！我七手把爆发喝了，我操，忘了。嗯。应该能踩掉吧？你们都要去踩、啊。采光可以，可以。要有第三波，这绝对有第三波，肯定会有的。哎呦，你看，你不要让他冲外面啊！哎呦，技能可以加的，有全身很好，很轻松。站在 BOSS 跟墙之间，不要站在外面。都踩啊，这最后一波啊，都踩，都踩，都踩，都阳光，阳光，阳光。我去踩 boss 头前面那几个，OK， 好的好的，可以打 boss 就行了，一百万不到的，这踩好，最后一波踩好，最后一波踩好。妈的，我调位置的时候错了。哎。站在柱子底下被他喷死了。不是，我在杀戮，我日了狗！这个不管啊，不管不管，我乱乱。结果这是有整场冲的最好的一个，你救他吧。第一下不是也很好吗？是啊。修个装。好可怕，修了400G。哇，这不过看上去有点厉害。哎，我怎么卡了呀？我操！哇，我卡了好像。我来加血，你打出手。你不群区一下吗？你都快死了，群区啊！那两个不行，两个不行。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很矛盾的呀。哎，我卡了，我操！比如说你血很低的时候，中了刚才那个这个伤害的 dot， 你说你是区还是不区呢？很尴尬。我操，让不让人玩了？这么卡呀！我操！你多打输出啊！我他妈。没换天赋、哦、啊！你没有伤害天赋啊！那你加血好了。A B C 打输出。A B C A 他妈的！我想了想，二号要抬血啊，我就没点那个。如果是纯输出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点神圣之心会好一点。A 怪的话，点光晕啊 ！A 他妈的滴滴。完了，光晕 CD 太久了呀，40秒，随便取。第一波我清，第二波你清。你先等会儿啊，一会儿我小退一下。我知道。贼卡。这老是这边有个血条，他妈什么鬼，好他妈烦。
天上啊，天上有虫子啊，你看到了吗？对啊，有那个飞的，那个拉下来是可以打的。这两个打不打？这俩人，这俩人不打吗？这可以打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妈，这个飞盘太远了吧！我的妈，两个还一个，不是，问题是他没有办法过来，你知道吗？他就靠在那边。换塔，牛逼！那我们是不是快跑？换塔呀，卡了没用吗？好，拖战。没了，拖战。很蠢，鱼在塔下面，延迟爆高，我操！我操！你们都没动吗？现在？我们在动啊！我操！我已经卡着了，那就我看你们都没动。那你下线再上，我断了。哦。我最后一个没断。原来从来基本上没怎么出现过这种情况。打断一下。段俊宇。我没有断了，小鱼。这是一个少一个人呐、啊。那你断诅咒，我断那个。嗯。王宇者可以不断，可以晕他的。你断诅咒。掉啊！不是吧？怎么了？咱来，登录呢？突然一堆人下线，我觉得是你们用的代理又抽了吧？你估计是什么代理、啊？就如果说。我们都正常，就他们上不来的话，那应该就是他们用的代理出问题，不是那个贝塔出问题。我用的死器啊。嗯，我四级好的。不知道。大哥，我断。我就卡在正在登录游戏服务器里。哎，好了。好了，好了。这个我们两个盗贼是不是送了、啊、这个 boss 还好吧，打慢了不是送的呀，我们不是送的，我们可以玩安全的打过三波 AOE。 哎呦我从到门口、啊、一波无敌，两波斗篷，那是斗篷的话就赚好了吧，估计第三轮哇秀这凉了呀，这飞盘真过分，这先标一个吧。如果我断了，等会两个暗影剑。那学少了那个吧。我已经没有暗影，没有断了。断一下。我操！我走红了，我走红了。哎呦！我赶紧来，等会儿啊。再走。又要跑。还有戏吗？关键这诅咒我没法断，断了之后就凉了。还能不能撑住啊？我感觉我们有很大几率凉了。那我过来给你们放塔吧，不凉了呀，关键打不动他了，已经五层了，七层了，没了。那我还来吗？操，我来了，没了。这一个暗影剑出来就没了，没有哇，我刚来啊，老铁，哎，没塔呀，我刚来就死了，塔在后面。我就说了你别来了，这凉了呀，八层了，打不动怪了已经。这两个段肯定不够的。嗯，不是两个段，是没有讲谁要断哪一个。不是，关键我和你打断第一个诅咒，关键是对他诅咒不断。之后没有，这是两个怪哦，两个怪的话，啊、我触发的飞盾就够了。触发的飞盾够吗？嗯，如果是两个怪。那其实两个诅咒应该都你断呀，就你飞盾断一个，打断断一个，之后的话你留个飞盾断一个诅咒，我断另一个暗影剑雨，嗯，就那个是不断的。你挂越多飞盾越多，因为我骑手如果把打断用掉的话，就他读第一个暗影剑雨的时候，我肯定是没有断的，断应该还差四秒钟，基本三个条嘛。
我这都复制粘贴了，可以啊。是一个强化符文，怎么修的吗？哎，反正留着也没用。哈，你不要打输的时候用吗？输我也没事儿，无所谓。我端右面第二个暗影剑女啊，我端右面第二个暗影剑女，其他你们端，就没标骷髅那个我端。其实如果不是那个叫什么重伤周的话，其实可以。暗影剑只断一步，只要图腾了，那我走了。这一暗影剑我断，我去，我怎么用啊？我刚躲这个图腾了，我操！你是第二轮，没关系。哎，这个灵，这个诅咒有点麻烦，其实。带上，带上，一开，一开，哎！哇，你们不断的吧？没有，没有。我刚跑了已经，要拉出来已经断掉前一个条啊！跑了跑了，可以好吧？这爆发治疗很关键，很关键。一分二十秒，不行吧？什么一分二十秒？我抖吧。一分二十秒够啊！我是第一轮，你是第二轮。等会儿啊，我得等会儿，先别看。找一下我这钥匙，大概打三轮。等会儿，行啊，这我喝岩石之力，不喝那个。好了。嗯嗯，开了。哇，这边只有三颗吗？哎呦我操！吃糖了，我操！这暗部他妈过来搞我一下。别急，七十能量。嗯，我知道。再多再去。我看着呢，还有一波颠覆，应该颠覆把那边单独的那个踩了。你去那边吧，我去这边。OK。八十了，那我再准备踩了一会儿。啊，等你这踩完了，我过去。你去踩。去吧，去吧。等一下，等红星踩包就行。哎，我他妈踩你身上了吧 ，EK！ 我操。他自己能去的。哎，可以去。下一步一 k 去自己，然后放生一个。我操，这个位置你随便放就行了，你去打 boss。你这个天赋现在随便放，你能多打点就多打点 boss。下一步再死一个牧师，谁死啊？怎么死啊？啊？我撞不了两下就死了。老铁呀，我操！我不要去撞，不是撞，我的意思。你就让他全炸了，这下一波也没事儿，就那踩了应该够了。加了我就行了。嗯，我来加一下。三层，去一个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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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去他，去他，去他！我他妈又卡了，操！去他，去他。能拿起来。我这不行了，我这不动了，我操！没有，我要抖吧。好难受啊！好，你们打掉了吗？打掉了。这打掉了。我这还看你们在打呢。靠！你再救一下。这王怎么回事啊？
哇，全程这个鱼被和谐了，我突然发现。怎么和谐了？有用啊。潜能狂鱼，是潜能狂鱼吧？哦，你说那个那个魔化剑鱼啊？嗯。我早就没了。凉了。早就没了，已经快一个礼拜了。哎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这边，操，应该凉了，感觉我这边卡的不行了。你是代理出问题吗？换条线路呢？我换个悠悠上吧，等会儿吧，我充个悠悠，悠悠一个月。嗯，那就等一下。先打个大怪。我先退了啊。嗯。单只的怪还是很强。这怪是干啥的技能？从来没打过。这对面恐惧波、啊、毛都没打过，这个副本你不打这种怪你怎么下去？啊，这个跟后面那个是一样的吗？对呀、啊。而且你不是还做过成就吗？这个分。我没做呀。啊 ，ABC 你没来过吗？我来过，但是我没打过这个怪。我没做成这个什么蘑菇这个成就。这个蘑菇成就没关系，我说你来没做成是没做成，但是来做过，对不对？我以为他这个怪跟后面那个。怪不一样，原来是一样的，就是个正面恐惧，出俩出手。这加速用悠悠是美服是吧？加速。嗯，美服。我用的玲珑也是美服。玲珑好用吗？这怪打吗？好吧，上一次没有打这边，这次换打这边看看吧。操！怪好厉害，感觉不是加速器的问题，因为那谁他不是用加速器，用跟我一样，他都没事。对呀、啊，你看你换个节点试试呗。嗯，我用悠悠得了，用悠悠我别下费这劲了。真的疼这个怪。可以弹一下。很不错，要有个减速这个。可能话应该不怕 OT， 扛不住，这怪好凶。天天行跑路了，还要弹吗？哎，要打这个本，梅牧师不是只能带血精灵？这个还好，他吸的并不多，十一万。我操，十一万还不多。没空区，这个真的没空区。嗯，你这现在是要是双奶，我还有空区给你区两周。基本就一个群区卡最低、哎。他没送我异地登录啊，换他们那什么？节点换了一个那个代理，你不用啊，你不用开代理开战网呀，用代理登游戏就行了。我操，我进直接他妈我已断开连接什么鬼？不知道。牛皮，怪是疼，是真的疼，貌不惊人好吧，实际确实很疼。啊操！搞我呀，大哥！嗯，我得从门口跑过来。对啊，不用加速战网呀。我看过，之前被一堆人问说为什么加速了没有用，结果他发现他们加速程序了。
再见。啊，打肯定打了。我一个个晕虫了。我一第一反应是晕远的那个，一个个也是。我也第一反应是打远的那个，好吧，一套爆发打下去了。然后近的就溜走了。这虫子多少血啊？五六万？嗯，98还是97？九万多吗？被他带走了吧？两个196嘛，一个是98，这个得打98，不能打这边，要这边可以跳吧？可以跳。不能不打吗？这个畜生我感觉比这个骷髅好打呀，讲道理呀。不是，跳你跳吗？跳吗？那打哪个打？到门口去打，门口去打那边的蛇头。那我先看，你先看，好走，一个就够了，你不用看了，不够说啊，三二，我到了他们，够，这两个有5%还6%，哎，这。太位置好尴尬呀、啊！我操！我他妈贴着我的脸回过去了！我靠！这触手打不打人呀、啊？看着吓人。打人呢、啊？打人呢、啊？就站离开两下就秒了，一个触手能把你打2/3吧。不仅是看着吓人、啊。哇，他感觉可能是因为之前对海拉这个触手影响太深了，感觉他这个攻击范围很小。那是否是海拉他那个触手？哎，这就是你们被打的结果吗？你没看我突然没了半血吗？那触手打的。他没一个明确的攻击范围提示，关键是远离就行。其实这触手就站一起都行，站一起都出一起。为什么这每个这个东西都是共生的？这个共生怪特别恶心，长得很恶心，全是洞，全是洞。是啊，他别的都还好，就这个长得特别奇怪。哎怎么这么快啊？别的也是身上全是孔啊，是因为这个个儿比较大。你要被共生了，就身上全是孔，特别恶心。这直追到国府也不知道和谐成什么样子。荣誉消灭。哎，你呢？正好不够。你先追你呢。大个子明显简单，我那小骷髅好厉害，感觉。你不喜欢小骷髅，可是 DPS 们喜欢小骷髅。对。这样的吗？我感觉这 1KK 就一直在跑呀。对啊。是啊，我坦普不喜欢 ，DPS 喜欢，因为可以 AA。而且进度多，爽啊！主要是 A 着，哇 ！AOE 的循环都特别紧。跑一下他妈10万，谁不想爽一下？我操，哥了！是的，进度其实也没有说真的很壮，就是多一些而已。打很久的，你看看我们小五个小骷髅，我感觉他妈锤了2-3分钟起码。那因为我卡了刚才。没有，他最小骷髅他还会那个下盾。那对，因为有牧师，所以其实我们，而且主要是因为我们是两滴滴，三滴滴的话其实清的很快的，但是很快会很难受。别骗我呀，好歹他妈一个要90来万呢，就一个就是这个的血量，你别看他个小，他血量就跟这个大个子是一样的，真打得很快。就因为单体的话 ，DPS 有时候会缺资源，但 AOE 从来没说 AOE 缺资源的，AOE 都给的多。你 A 小怪吧，你主瞄清小怪，我来扎 boss， 扎差不多了，我看小怪多了，我刀闪来清。
你放心，两个奶的话，小怪不会吃多的。是吗？行吧。来打一个，你无脑锤破是不是？两个玩命抽的啊，然后对，我快死了，你加加我，那出的很慢是吗？小怪，对，没有办法，而且就我们 DPS 慢了。你看他能量条打满就是两只怪，打满三次就行。两只之后，我来先加一个。我来叫老天，我要把一个人顶起来，从上再点亮。哎我去你妈！我来小怪啊，这他妈让我刀闪一下，怎么死了？哇！就碰一下，那个都是碰一下就没有。对呀。你人碰到，或者是随便什么东西碰到都会。不怪了，这两只怪打掉就过了。如果单奶的话，还压力还挺大的感觉。重点是我们没有带位啊，随便乱站。包子都变成这样了。这重伤他挺难加的，其实。不用放弃了吧，这重伤顶不掉的，炉石吧。知道，我只是摸完装备赶紧溜。我已经空血了，我要先喝完再来拿东西。猴哥匕首得，啥都没出。嗯，你为什么还要这个匕首？炉石，快跑啊！你不是有了吗？这里的370太低了，还、哎、可以哦。那你15层也是基础。375的戒指，这比我的还好。